烹制牛佛烘猪肘为何要在肘子上挖出一个象眼？跟着感觉把这个骨头取出来。制作火鞭子牛肉，如何将厚实的牛腱子肉片得像纸一样薄？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断开了。炖煮红烧牛蹄，怎样将坚硬的牛蹄变得弹牙滑嫩？我这个力气啊，根本就用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敬请收看《我的家乡菜自贡篇》下集。